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互联网的舆论场上，总是有十分撕裂的两种群体，一方人觉得自己是正义的，另一方人也觉得自己是正义的。为什么大家如此的水火不容，却又一致的觉得自己才是正义的，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好人，觉得对方才是坏人，为什么呢？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叫做口嘴，在鞋子上这个叫口嘴，它有一个中间点啊。如果说以它为参照物，这个口嘴是正的，以它为参照物，然后这个部件叫大头，以它为参照物，然后用这个部件去对着它，它也是正的。如果它本身它就是斜的，用它去对应它的时候，它也是斜的。参照物很关键。你觉得你是正义的，你觉得是你自己是个好人，你觉得你是个善良的人，你的参照物是什么呢？有没有可能你压根就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呢？你所谓的正义啊，你平时只是和你觉得他说的对，哎呀他是正义的，然后你以他为参照，哎呀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呀，我跟他一样，那我也是正义的。但是有没有可能呢，就像这只鞋子的这两个部件一样呢，你的参照物本身就是鞋的，他们两个彼此之间看彼此是正的，但是客观来看，这个鞋子它就是歪的，它就是鞋的。你和你那些所认为的代表正义的人，通通和这只鞋子一样，早就不知道歪到哪儿去了。你有真正的刨除情感上的因素和立场上的因素，去客观的去看待你自己所谓的正义和你认为的对方那个所谓的正义，你这么客观的去看待过、审视过你自己和你那个认为正义的人吗？你大概率是没有的。所以你很可能一边自以为是的把自己当作正义的斗士，一边助纣为虐还不自知。如果你理解不了我这段话呀，开开心心的继续当一颗棋子也不错。